欢迎收听《欢乐 SD》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Rock。今天我们再来玩 Cats 啊，这个20段位锦标赛还剩下9分多钟，是吧？我们现在是12杯排在第二位，正常来说也可以晋级了，但是利用最后的9分多钟，我们再来挑战一下直升吧，啊，看看有没有机会直升。大家看到现在我的车啊有所变化，我现在装了2个这个激光啊，因为我最近开箱子啊，开到的碳钢部件基本上都是激光。像这个轮距啊、火箭、双筒火箭一概没有啊，这个碳钢呢一概没有，所以呢，现在从攻击力来说，哦，还有一个碳钢的钻头，这个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，电钻可以忽略不计。所以从攻击力来说的话，这个碳钢部件还是很难拒绝的，是吧？这个像这个加了攻击力之后，攻击在13500，然后这个是9477，什么还没加，比我们现在的这些火箭呢什么的。像火箭啊，我们现在最厉害的火箭是这个7228，已经是满级，加了4000多攻击的了，比这个要高很多啊。所以，我们优先啊，还是用激光来试一下啊。这个当然，如果能开到碳钢的火箭，我们可以马上再切换回去。哦，锦标赛用激光来试一下啊。这个激光的攻击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这两发激光在对方打出2发之后，我们发出一发激光。这一发如果没有干掉对方的话，可能我们就结束了，是吧？因为对方很难再给我们第2发激光的机会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打一下试试啊，对战。好，一上来这个呀，一上来这个怎么不动？哦，不对，这个我有一发激光没打着啊。刚才那个我有一发，我这个是不是又有一发没打着的？哦，那两个我都感觉有一个方没打着的，我们看后面的啊，后面的哦，后面的没问题了。我前两个有点，他俩血量并不是很高啊，肯定是因为他俩太矮。哇哇，这个没打完，哇，还好赢了，耶，还好赢了啊。这个呢，这个39000能打完，初步计算是48000以内可以一发干掉，好像是48000以内可以一发干掉。我们看看啊，咚，全部是一发。这个节奏还是很霸气的，哇，有意外，他掉下来了啊，还好他掉下来了。这个呢，哦，这个48000，一丝丝，哇哇，这个差一丝丝，48000差一丝丝啊，我们得加点攻击，哇，这干掉了。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两个矮的，我有一发打不着的，这怎么办的问题是吧？哇，这个79000，哇，但是他让我打了2发。是不是让我打2发你就完了？现在就是那个有两个矮的我打不着的问题，然后再加一点点攻击力。那简单一点说就是加下面这个，因为下面这个可以打着他们，是吧？加下面这个就可以了。我看啊，我的攻击包，再上个攻击包的话是34000呢，神呐！再上一个攻击包要34000呢。哎呀，如果是不想上这个攻击包的话，我就得让这个轮子啊，后面是大轮子，让它往下发射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稳了，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，是不是？下面这个激光能不能升级呢？我们来试试啊。下面这个激光用这些碳钢的，哇哇，不怎么升得动啊，可能升一级半级的也不管用。再上个攻击包就确实有点贵。这个攻击包呢30000，这个攻击包34000，这个攻击包27000。哇，上这个34000的吗？哇，我最近这个用攻击包用的有点猛啊，确实用的有点猛，这个都已经加了5700了。再上一个就能直升，34000换一次直升，我觉得是值得的。加上去了啊，34000直升加上去了，来锦标赛直升。好的，这下没问题了吧？走你，还差一丝丝啊！服了，我这34000都花了，你还不让我直升？好，这下面这个得升一级了，得给他升一级，这不升一级不行了。好，这些碳钢件都上去吧，仅有的几个碳钢件都上去吧。好，加1008，这下总够了吧？这下总够了吧？哇，我攻击力也是有点超凡脱俗了，这下来。这下总够了吧？瞄你呀！还有一个，这个什么情况？瞄你，我瞄不了。哎呀，这个差的更多了。哎呀，后面这些是没问题了，但是那个差更多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再给他加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了。再给他加的话是68万，哇，我是死活加不起了。哎呀，让我的轮子斜起来，让我的车往下发射，极有可能他就后仰了。我们试试来啊，我们快速战斗打一下试试来啊，看什么效果。来，不会后仰，但是这有往下发射吗？这应该有往下发射是吧？这感觉上应该有往下发射，但是我现在血量低了，我现在血量低了，这是个问题啊。往下发射，哦，有干掉他，确实有干掉他，但是我现在血量低了。哇，还行，我们看看这个低血量能不能赢吧。哦，好，稍微往下倾斜了一点。啊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好好好，还是有效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哈哈哈，最可悲的一幕发生了。 Oh no， 最可悲的一幕发生了，这就是我不喜欢往前走的原因呢。 Oh no， 我不喜欢往前走的原因啊。好吧，被人撞翻了，被人结结实实的撞翻了。哇，这个比较帅，这个比较帅。哇，又被人结结实实的撞翻了。哇，我怎么才能既不往前走又能往下发射呢？没有这么好的事儿啊。完了，哎呀呀呀，只剩无望了吗？我们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，我们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。好吧，虽然那个刚才没打过的打过了，但是呢，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，我们被人撞翻了。这还是我的最佳组合，但是我的激光没办法往下发射啊，这是硬伤啊。下面除非我再咔嚓给他个一个攻击包，我们就能直升。但是花这么多的金币去保这个直升，刚才已经花了30多万了，再花60多万去保这个直升，可能哎，等一下啊，我突然有个想法，我们上面如果换成火箭会怎么样？换成这个火箭会怎么样？7200。有没有更牛的？5300，7200这个目前是最牛的。上面这个，哎，等一下啊，上面这个换成火箭，然后会不会就能打到那个刚才那几个家伙呢？我们来试试啊，上面换成火箭，刚才那几个低的能不能打得着的问题？哎，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，对，这些都不是问题，就是那个对这个低的，哎，火箭打得着，耶，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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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这下有了啊。哇，还是稍微组合一下比较好。纯激光的这个劣势，我们用这个一火箭一激光可以弥补。对，既可以保证高输出，又可以这个补刀，是不是啊？有些时候激光打完了之后还需要补刀的时候，这时候我们的火箭就一发过去补刀。嗯，而且这个火箭比激光要粗啊，这个之前我们就分析过了，是吧？所以那个比较低矮的那个，虽然激光打不到，但是火箭能打得到，太棒了。我们终于又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在陷入绝望的时候，快要放弃的时候，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耶、yeah! ！哇，差点出了岔子，不要出岔子了，折腾不起了，没时间折腾了，折腾不起了，72000是不是？啊，激光，哦，最后发出来了，紧张死我了，呀、yeah! ，火箭打到，这就是优势互补，太棒了。这就是优势互补啊，直升啊。嗯呀，货箱有点烂，给我来点碳钢的火箭吧，我可不想再花攻击包了，给点碳钢。诶，这个菱形的是什么？这个菱形的好像是第一次见的，这个车贴来一个吧，挺有个性的。碳钢的，来碳钢的。哇，碳钢的轮子，碳钢的，碳钢的火箭，碳钢的火箭，碳钢的火箭，碳钢的双管火箭也不错。为什么只有6000多攻击力呢？装在磐石上加30%，嗯，只有6000多攻击力啊！啊，攻击力包，碳钢的攻击力包，这是好东西啊，这正经是好东西啊！等等啊，让我来看一下，碳钢的，碳钢的，好啊，没有直升是吧？啊，没有直升是正常的，我都没打呢，怎么直升啊？好，21段位，我们现在是21段位，哎，有个箱子开了，来，碳钢的啊，碳钢的，碳钢的。哎呀，又一个飞鹰侠的这个滑头车身啊！哎，这我有个碳钢的双管火箭，哇，这不是巧了吗？3星的金字塔，2星的磐石，电钻，长钉，旋钮轮，
电锯，哎呀，哎呀啊，生命值可以。好，我们可以组一个比较厉害的飞行侠了，是不是？钻石两星，嗯，好像是肥料。好，再开上个箱子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飞行侠怎么样？飞行侠这个吧，来把这个踢掉，换上我的新的五星的滑头之刃，然后两个反推器走起，反推器，这有个加滑头4%的，一直没去赌啊，这才加1000多呢，这个那可能不行，那不如这些啊，反推器，这是推进器，反推器，哇，这反推器血量多高，来上。好，这两个一样上。好，然后就是我新开到的双管碳钢双管，耶，碳钢双管也才8000多，也才8000多攻击力啊。好吧，算是组成了，但是实际意义好像并不是很大呀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还是这一套啊，这个优势互补的这一套来打一下这个21段的锦标赛，来吧。我八万一万五，我赢了，81500我都能赢啊，那52000我更能赢了。哇哦，我有补刀的，你没有呀？我有补刀，你没有，咱的优势出来了，63000-18000，补刀，狂补刀，赢了，哇，险胜。哦，这个也有戏，他飞不过去，耶，这个也有戏，哇，他是什么？哇。落叶斩，结果没落地。哇，27000，这个有点高，哇，差一点点。这个呢？咻呀！哎，我那个双管是不是可以代替掉这个现在这个火箭呢？咻的，哎呀，差一点点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再来这个呢？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？补刀。耶、yeah, ！我赢，一丝血险胜。这个呢？哇，30000多攻击力，这个攻击力有点高。哇，也是差一点点。都有戏啊！哇，这个更是差一点点。哇，这个42000发出来就死了。哎呀，我必须能扛住他这一发呀！我想要赢他。刚才那个我想要赢他，我必须扛住他那一发激光啊！难度好大呀。要加血量，也要加攻击。哎呀，难度好大！等等，我看我这个双管火箭是多少来着？8559，我这个呢？哎，我这个完全可以被踢掉。走，双管火箭来了。好的，提高了攻击力，提高了1600。然后就是血量，我这个10级，继续升吧。我们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往上堆呢，是不是？好，先从什么？先从电钻，先从钻头开始堆。满级出奇迹啊！我们反复强调满级出奇迹啊，出奇迹，16级满级。哦，我最后一个好像给的有点浪费啊，最后一个一下给他顶满级了，这好像有点浪费哎。好吧，满级了啊，85000，25369，攻击力还可以加一点。这个双管火箭我觉得我可以用很久吧，碳钢的双管火箭，这个我觉得我可以用很久啊，我又想给他加个攻击力包了，来吧。我这个攻击力包我想留一留，先给他加个这个普通的吧。不对，双火箭加上40000多还是很实惠的啊。好的，28000来了，直升时刻防御和攻击我都加了啊，直升时刻应该到了吧。好的，赢。还有一个全是激光，那个就这个我能扛住他一发才行，还是没扛住那一发呀。我得多少？我得90000才能扛住他那一发。哇！但是我的车身已经满级了，哇，这些都没问题。我们打一遍，车身已经满级了，但是我还可以加血量包给我的那个传奇的那个轮子。还可以加给传奇的轮子。好的，还是有希望的。2连直升还是有希望的，不能放弃信念。好的，十胜了是吧？9胜，哦，10胜，就差那一个，其他的都没有悬念，就差那一个。啊！我吓我呀！
哦，没事，我倒了之后我会往前走的，我记得我倒了之后我会往前走的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哇，上次的那一幕又上演了，快，耶，哇，好险的，我上一期的那一幕又上演了，倒了之后这个求生欲很强的往前爬呀，哇，快跑啊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赢了赢了赢了，没赢，我没直升，我们还得再加，还得再加，再加血量，得扛住他那个三激光才行。我得扛住他三激光，这个满了，这个我可以给他加血量包了，我有碳钢的血量包了，对，有碳钢的血量包了，可以给他来一个了。旋钮轮21级满级是不是、啊？加7200，好的，这一下90000多应该能扛得住了吧？这个已经满级了，这个只能加个这种血量包了。哎呀，我没有更好的血量包了，加给车身，加给车身意义也不大。加这个小轮子吧，这小轮子可能用的机会还多一点啊。来，好的，我能加的都给加上了，800多都给加上了，好吧。来来来啊，刚才有一个激光没打过的，他还从来没出场过呢啊，看能不能挺过他啊，挺住一发，挺住了，耶、yeah, ，挺住一发我们就能绝杀他，很帅。好的，其实我让他挺不住两发也行是吧？哦，他的激光先打到我，这是问题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直升了。好的，二连直升又实现了，没问题了，这下走个过场啊，各位拜拜了，这个就算是这个最后一战了啊，最后一面见，最后一面我要走了，拜拜拜拜，再见再见啊，难忘今宵。好了，我和各位唱难忘今宵了，好，难忘今宵，好了好了，再见，我们到下一段位去混了，哇耶、yeah, 扛住他那一发就行了，耶、yeah.所以激光搭配个火箭，我突然觉得这个组合很美好。嗯，这个优势互补真的很重要啊。哎，站住耶！激光搭配个火箭，一个消主要的这个血量，另外一个补刀。嗯，另外一个不断的补刀。对对对对，这个组合好。哦，哎，这你看这个也是这个组合是吧？一个激光搭配一个火箭。嗯，这俩火箭呢？呜呼！哇，30000攻击力，好羡慕啊！这也30000多攻击力，但是对方肯定是在羡慕我们的血量，是吧？好，80000多也没问题，直升了 ，OK， 14场直升，货箱，哎呀，又是普通的货箱啊！来碳钢啊，来碳钢，我都碳钢3星去了，你不给我来碳钢的火箭啊？车贴，哎，这个小轮子吧，碳钢火箭。1星啊，来个3星的呗，这么小气呢？一星的话，我又得犹豫了，用不用？哎呀，巨星车身，孔位少了点，哇，这个孔位也少了点，原距还来5星黄金呢。双关火箭加30%的反推器，我这个可以直接用在那个飞行侠上面啊，对不对？双关火箭加30%啊，那我那个飞行侠那边双关火箭马上就增强了，哇，太棒了，这个太棒了，太棒、哦！这个孔位不错哎，但是黄金5星稍微有点过时啊。嗯，这孔位倒是不错，而且最近我也没开到碳钢的大锯子。好的，又新一段位了，这个我们先不打吧，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碳钢的这个飞行侠给落实一下。好，加上，然后把我们双关火箭借调过来。嗯，好的，来双关火箭借调下来。哇，14000，不错呀。很美好，好的，那我们试一下啊，用这一套，如果打新一段位锦标赛的话，看能拿到几杯哈、啊？我预测能拿到个4杯，能拿到4杯，我们来试试啊！来，飞行侠挑战你们，出发，走你！哎，倒在那儿了，我们赢了！哇，我们好歹也是14000呢，这下大概80000以内的，我觉得能打完吗？80000以内能打完，走你！哇，这是双管，哎，但是他双管是朝天打的。这10000，哎，完了，打到了，我有戏哎，有戏啊！完，轮距回来啦，回来了！哎呀，快跑啊！这个回不来啊，70000多，非常轻松的能打完。OK， 赢了。然后这是2杯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跳不过去。哎，哇，这个角度也能赢，太帅了！哇，这个角度太帅了！走你，空中一发，哎呀呀呀呀！对方的双管好强大呀，43000。走你，完了，对方又是双管，
哎，啊，躲不过去。哎呀，我预测准了吗？真的只有四胜吗？哦，这一胜也没有。哇，这双管也太强大了！妈，哇姆了！我、哦、差一点点，居然！找你，找你啊！哇哇哇！好，朝天发的，他朝天发的啊啊！打不着，打不着！哇，但是撞墙了，居然没打完。哦，这个赢了，这个赢了，这个他回不来了。哦，赢定了，十万呢？哇，十万都能打完，我们现在。OK， 十万都能打完，不错哎，四杯了，四杯了，哎，这一杯有希望，它是朝天发的，哎，这杯有希望，它朝天发，它从头到尾都打不着我。OK， 嗯，五杯，超额完成任务，哦，我这个完了，这个是平发的，哇，这个是平发的，五杯已经是极限了，哇，这个十三万呢，而且是双管 ，Oh no， 这个呢，哦，这个能赢。这个能赢，看来是六杯啊！我们这个飞行侠打了六杯，打了六杯 ，OK， 感觉上还行是吧？但是对手确实很强大，四万多攻击力的都出现了。好好好，那我们这个就暂时先不用我们的这个正统车身了啊，先把这个替下来。这是我们现在今天组的这套优势互补的车身啊，那就打一遍吧，都到这了，来打一遍，打一遍。我四万六，我赢了，我这白送的，哇，十一万我也能赢，十一万没戏了，是吧？十一万这个只能等他直升了。OK， 这个没问题。然后这个十四万也得等他直升了。14万，哇，激光再能发一发倒是也有戏。哇，10万3万8，再啊激光再发一发倒是也有戏。48000。妈呀啊！难度好大！哎呀，不换碳钢的车身，我觉得很难了。不换碳钢车身很难了吧？过这个赢了。你后面的没杯数了，后面的都是被我的飞行侠打过的。OK， 这个呢？啊，这个也没问题，倒了它。哇，又站起来了！哇，好功夫啊！刚才这位好功夫啊，倒了又能站起来。哇，输了。嗯，他是落叶斩。哎呀，哇呀，太戏剧了！哇，他居然回来了，我以为他肯定出去了，他居然飘回来了。这个落叶斩飘的帅啊。OK， 这个没问题，赢了。哎，这样的话，综合下来是几杯啊？九杯，居然排在第一位。那个大咖们都还没打呢，是吧？哦，你们赶紧直升走吧。好，那我们现阶段的话就还欠这个碳钢车身了，是吧？我们这个黄金三星的满级的泰坦车身已经算是尽力了，啊，这个接下来只能期待这个后继有人了。应该说黄金三星打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错了啊，黄金三星能打到现在这个第22段位已经非常不错了，我们还差两个段位又可以点威名了，我们看看还需要几天能点这个威名啊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